好，这是一盆菖蒲，这个墨调的很好，所以说一笔下来的，这是一笔，基本上是一笔下来，画完了之后淡的，然后所以说点了几个点，因为兰花呢，这个是菖蒲是往右边来了，这个就让它稍微往左一点，哦，往它反方向去走，也这是一组了，然后这边呢往反方向再来一组，就是起到这种平衡的一种作用，但这里边都是一组一组的，跟画兰花是一样的，比如这是十，这是虚，虚了之后又需要十，点了三个琵琶，两个靠近，一个跳出来，其实每一个琵琶的朝向是不一样的。